刘涛公开真实体重，快乐大明刘涛的体重居然比范冰还高，唐嫣让人心疼。刘涛和老公王珂做客最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，没想到在节目当中的一个环节，刘涛意外的公开了自己的真实体重。本来对于女生来说，体重和年龄都是极其私密的，但是刘涛对此丝毫不介意，并且大气的表示可以当场测量，结果显示刘涛的真实体重为 55.74 公斤，这个体重对于1.68米的刘涛来说算是身材比较均匀了。刘涛和丈夫王珂一起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和快乐家族开心聊天，谈到日常的生活习惯，刘涛也表示追求健康的生活。后来被问起可否公开体重时，他欣然表示同意。而当被测试夫妻默契程度时，提问王珂刘涛的体重是多少，王珂耿直地回答54千克吧，一时惊呆众人。节目组搬来电子秤实际测量，结果比老公说的还多那么一点点哟。原来刘涛的真实体重是54公斤，将近110斤啊。在快乐大本营节目当中，王珂经过自己老婆刘涛的同意才爆出的。刘涛的真实体重在众多当红的娱乐圈女星当中可谓是有点重了，比如赵丽颖44公斤，周迅41公斤，唐嫣43公斤，最终的范冰也只有52公斤。在节目当中，刘涛对自己的体重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也不介意公开自己的真实体重，笑称我腰挺细的，就是体重有点超标。